定。各位亲爱的牧长，听说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咱天顶的上帝，予咱有份吃做伊的囝儿，会当伫个遮尔啊水的礼拜堂来敬拜伊。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台南新南医奉献主日，真欢喜有机会会当来到咱的教会，通过电话甲微信。甲咱教会诶嘉义干事，阁有廖大哥干事来联络，一直到我来到进入这个教会，拄着真侪诶长老、执事、甲长辈来带领。我感觉咱这个教会是一间真亲切、真有人情味诶好所在。上帝诶疼充满伫咱诶中间，我真欢喜会当伫个遮，甲咱大家做伙来分享。这段圣经的信息，咱用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赏赐我圣经的话语。我求主只是进入我每一个人的心灵，安静我的心，让我会当对你的教示中来得到智慧和快乐。我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天的经文也是咱今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所定宣告主题的经文。我真喜爱通过这则经文，搁一摆甲咱做伙来分享咱信仰上重要的中心甲价值。伫这段经文内底，是记载伫个保罗伊写予提摩太，也是提到的回信。在这张回信里面，他有私人很亲密的感情，但是同时这张回信也是一张看起来这个真正式写给教会的回信。我们看见在提摩太后书为了他称安的人名真多，有的人是他私人的朋友，有的人是因为这个教会的领袖来请安，所以会通安尼讲，保罗伊是为着提摩太，也是提到所无用的教会来写的，所以即跩回信也就会当叫做是教牧的回信。伫即跩教牧的回信中间，保罗伊特别重视关系信仰的教示。因为伫个即个时阵，保罗伊写批的对象是予教会，啊，毋过即个教会已经毋是几个人，也是讲是几个家庭所来组成物件。即个时阵的教会是已经有一寡规模，伊是较有组织的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所以教会伫个即个较有规模、较有组织的阶段，上需要的。就是一寡较正确的教示，甲教会组织上的稳定。所以保罗伊期待会当透过即跩较基本的信仰的法则，来引带教会内部有较健康的发展。再来，咱也会当对即张回信内底，去感受到保罗伊所讲话的口气，甲以早比起来有较平和。伊讲话的口气比早时写予加勒太、佮有哥林多的教会有好真多，因为即个时阵的保罗，伊是第二摆互人关伫罗马的监狱内底，佮伊第一摆关伫罗马的监狱内底的状况已经无共款啊。伫个咱今日读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保罗伊家己有讲伊即摆坐车的状况。伊讲，我头一摆往罗马帝国申诉的时，无人挖恨我，众人拢离开我，我这个罪无归伫因。伫第四章内底有讲，西马因为羡慕世界，所以就来离开保罗。有可能这个时阵飞伫个保罗的身躯边，敢若剩涂骹。
陈伯泰甲马克这两个学生，可能必须爱等到寒天的时阵，较有法度会当赶来伊遮。所以这个时阵的保罗，伊感觉家己特别孤单。虽然还未到最后的审判，啊，不过伊伫回信内底，伊有吩咐人，吩咐陈伯泰爱紧甲招伫个彼得阿迄领外衫，佮有迄领羊皮的册，赶紧摕过来。这个羊皮的册有可能就是伊的罗马公民的证明。其实咱会当对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十到第八十的内底，咱看伊所讲话的内容，其实咱会当发觉讲保罗伊家己是非常有意识到伊家己要离开世间的时阵，可能特别高啊。确实，罗马尼罗王死的之前，保罗伊受压到罗马附近奥斯提亚的路上，伊伫个遐予人抬头来祷告。所以，这个时阵在写批的保罗，伊的性命已经渐渐走到终点，伊的工作要结束啦。总是伊坚定的信心，甲伊真高尚的心志，伫这张回信所留予咱的，就将最上珍贵的礼物啊！上帝借着保罗，借着伊的学生，借着伊所建立的教会，伫今仔日又完在向咱讲话，予咱少年这个团队的脚架，来继承保罗伫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所讲的，就团得力，无论得时不得时，就全有伊。用百般的宽容、加持来遮蔽、更改、宽免。我即摆伫台南新学院当学生，对于2013年到2015年，学校有举办巴克勒文化节，学校计划用3年的时间，将巴克勒文化这些人上重要的三项贡献，也就是巴博士伊有创立台湾第一间大学，就是台南新学院。第二件重要的贡献就是伊有创办台湾第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就是《台湾教会公报》。这第三项重要的贡献就是伊用白话字，也就是咱所读的台语的罗马字来翻译圣经。啊，老师要用三天的时间，每一个贡献做一个主题来纪念。所以今年2013年是巴克勒文化节的第一年。第一项活动就是走路的活动。这个活动伫个经过2月底，第一批是对男性来出发。咱台南新学院全体的教职员工，佮同学，伫个开学的第二日，由院长来带领，用咱的脚来行山路。咱所行的山路是来行巴克勒牧师佮初代宣教师捌行过的这段山路，用安尼的活动来讲做学院的退休会，啊，通过安尼的活动，予学生跟老师搁一摆来孝量，亲近人所行过的脚迹，对阮信仰的启示。所以迄日阮行的路线是坐游览车到大坑里的所在落来开始行，行到登山教会，伫登山教会休息一下，搁继续行，行到公安啊教会。然后坐游览车坐到坐定教会，而且搁去靠边教会，来对当地的教会甲希腊雅的文化有搁较深的认识。如果咱对这条路线有概念，就会当知影这条路线是一条山路。虽然这条路线今仔日已经有较平坦的柏油路，
虽然进前要出发的时阵，学校嘛有通知学生拢爱穿布鞋。虽然我所行的这段路，这个距离，敢若七八公里，是当时宣教师所行的一小站。啊，毋过在行这段路的中间，有真侪的老师、学生、志愿行到真忝，甚至有人的脚因为安尼来破破，来受伤。这是一个真难得的经验。这条山路伫今仔日已经经过整理啊，有缘，我咧感觉行起来阁毋是遐尼啊好行，而且伫咧日头真大的中昼，我是惊到规个人中暑，头非常的痛。伫咧安尼的状况，予我去想，当初是宣教师的时代的时代，伊必须爱定期用行的方式去探访刚成立无外久伫咧台湾各个所在的教会。巴克的牧师伊就是安尼行，伊对古城开始行，行到台南，行到高雄，行到青山地区的各个教会。伊用行的可能一行爱行九点钟，嘛可能爱行几啊日，才会当到某一间教会来主领礼拜、主持圣餐、行洗礼，而且阁处理迄间教会的代志。我真恶地去想象，伫迄个交通通信真无方便的时代，我亲像即摆手机啊，也是卫星定位遐尼啊方便。巴克勒牧师伊为着伊家己的信仰，对远远的英国来到这个以前来都无来过的所在，而且伊一来，伊就将伊规世人拢奉献予台湾教会60年，伊也埋葬伫个台湾。每行一步山路，我就问我家己：我敢有这款信仰的勇气？我敢有这款信仰的决心？我敢有这款信仰的热情，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来专心投入？提摩太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尊重上帝。本来伊称呼提摩太做忠心的家己，提摩太由保罗来学习牧会的原则。牧会的原则就是牧者为着羊来放山性命。我只常常为着羊群来祈祷，搁伫神的内面，无论犹太人、希律尼人、主人、奴才、宋兄、柯亚、查某、查甫，伫主的内面，拢真侪兄弟姊妹。本来伊教是提摩太爱真侪教会的领袖，就是年轻，伫讲话、行为甲疼心。拢爱真侪正人的模范，上重要的是，无论得时不得时，要全部团得力，精进好的精进，尽透早的路站，持守所信的道理。保罗宽免提摩太的话语，也是真侪咱好的提醒。我相信伫个咱所生活的时代，有拄着无共款的挑战。我嘛相信伫咱无共款的年纪、无共款的阶段，咱也会面对无共款层次的挑战。伫这个时代，伫后现代、伫后殖民、伫全球化、等等科技思想发展的这个复杂的时代，我相信。咱所面对的竞争是搁较复杂、搁较无形。无论对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思想等等领域来检视，迄种看袂到的惊吓，迄种引诱的力量，迄种破坏的势力，伊原伫黑暗中在扩展、在渗透。这款的处境，伫个今仔日，咱犹原继续在面对。
所以咱必须爱用更加严肃的态度来思考。我爱怎样伫个无共款的处境中间，为主精进好的精进，尽跑走的路程。伫圣经内面，保罗伊用性命来见证伊的传道事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47年来，也有侪侪信徒亲像提摩太后书所见证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拢全部传道。马拉哥医生伊来台南，伊有拄着阻挡，啊，毋过伊无灰心，伊到之后继续来传道哩。巴克勒牧师伊伫二轮传道的时阵，互人看赛，啊，毋过伊也无失志，伊继续传道的热情。当威廉牧师伊伫个白水溪差一点点啊，互人害死，伊也无失去奉献的热情。就是我所尊敬的黄忠辉牧师，在日本人甲国民党统治的黄家湾，伊犹原无失去伊真侪上帝传教者的热情。咱所思考的即些人、即些历史，拢是实实在在、真正发生过的，毋是传说，嘛毋是神话。即些历史的事件，是会当予咱有真实的体会佮感动的事件。咱看见这段信仰的前辈，因用性命完全投入，用积极无惊吓、有困难的行动，咱会当伫个伊即款的行动内底，看见因一世人向上帝所祈求的是甚物。愿咱的教会会当继承保罗的精神，也当继承台湾教会初代宣教师的精神，继承咱长老教会侪侪信仰前辈、前辈传道的热情，会当真侪正人的模范。在听候主过来的这个特殊时刻，无论得时不得时，要全部传道哩，用百般的宽容、加慈来责备、更改、宽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甲反省，阮的信仰搁一摆得到激励。主啊，我愿意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向你发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拢愿意好大来传道你，用信仰的热情坚持阮的初心，做主你心中的罗布，直到主过来。我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